下一集。李小心，我知道你在调查吴平瑞，离他远一点，越远越好。白先生有些新的业务想交给你，东南亚区的物流应该最熟悉。我们有个海外计划，可是我们又不方便出面。你带团到马来西亚、泰国那边旅游，这一笔账一笔勾销。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新加坡篇明晚9点8频道，您也可以上 Togo 免费优先观看。本节目是由。